的校园里，我开启永续的生活。那接下来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东海大学。这个经历的关键词要，那永续发展方中，是我们的用心参与这次活动，怀乡与伙伴一起奋斗，然后不会单独行动。那接下来请向我们的法子欣深深一鞠躬。好，哎，大家都很稳，很棒哦。对，加油，快到了。这个树有点挡路。其实呢，当我们靠自己的力量，慢慢的、慢慢的往上爬，换个角度，其实呢，你们就会看到很多平常没看见过的东西哦。拜拜，拜拜，耶，拜拜。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，给了我希望。